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冰结的睿智，冰结的睿智。之前关卡的部分，有点出乎意料，因为有点念错，因为我现在打的这一关应该是8-1-1-1，有应该有五成吧，看起来应该是五成，所以现在是为大家示范8-1-1-1的关卡示范。这个首回合，我们先是做一个出击的动作吧。可以先杀其中，一只或两只啊。当然这个我这一队的通关的目前来讲是100%，目前就是没有失手过哈。当然应该会有机会了哈。会不会太大力了？好家在，他血量够，20几万的还蛮耐打的哈。先把它其中一只处理掉就对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处技了哈。现在处技，伤害可以看到是非常短的哦，因为它有32万。我们如果用这一堆做一 combo 的攻击，基本上是没什么攻击力的。但是我习惯第一关就把技能先出好了。如果听到滴滴嘟嘟的声音，千万不要觉得意外哦，因为我们关卡资讯需要这个紧密的一个联系哦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哦。大家这边也顺便谢谢，就是帮忙弄关卡资讯的一些人哦。因为跟太有两个人这样弄，其实是蛮累的啦。还有一些玩家、粉丝之类的提供的一些资讯。这边先跟各位说谢谢，好吧？跳起来了哈，那就是一举歼灭之哈，哪一只？这一只啊，哪一只？第二关强制固定扣血，所以还好，50%而已，easy。转一下哈，然后再配个，我思考一下哈。露娜好了，没关系。像这种不要跟他缠斗太久。小小的失误配上一点点的天降嘛，基本上攻击力还是够的哦。好奇怪的理论哦，就是没失误的话就没关系啦，有失误就是会变成这样的结果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一只是手消，手消。这单体攻击无效，所以自己稍微注意一下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要全体攻击的意思啊。哎呀，我还真的手消啊，送走了好几只啊。因为下一关是四重冻结，这个蛮反的哦。那我的打法的话，应该就是属于一波带走，好吧，一波带走。
思考一下哈、哦。不过带走好像有点危险，下一关随机35盾，而且攻击力蛮大的。可是这个整盘结冰我也受不了啊！不开妲己，我不开妲己好了，我们开着这个。毛长枝，哦，大圣也留着，大圣也留着。抓抓痒，真的是抓抓痒，头痛了我。不开妲己看起来又好像不行、欸，因为太多了，像这个，太多颗杂腐死了。哎呀，一波带走，一波不带走，这个压力太大了，下一关会更惨。与其这样，我们就一次把它灌过去好了。哦，这个没办法消，没办法。龙哥，我、哦、又怕威力不够啊，基本上应该是够啦。哦，随机三鼠是下一关哦，啊是哪三鼠？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是水。火木，好吧，水火木。哦，基本上左边那只攻击力比较低。哦啊，这边的话，这个攻击力比较高哦。这一只攻击力有3万多哦，所以我们是希望随机三鼠是有随到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哎呀。不是很好处理的哦。有水到吗？没水到。好吧，这一关就当作处击吧。希望吹的不会太大力哈、哦。就让他自己分配好了。可以。怎么感觉有点软，是不是？哦，不管哈、哦，我们尽量就是处于一个满血状态，然后让它自动攻击。哦 ，KO 掉一只了哈、哦，轻松，这样就轻松了。我的压力已经没了哈、哦。现在就是处置哈。先把技能都除满了，这不管了。哦 ，CD 蛮反的、哦。60几万的血量一次就死掉了。哎呀，心转水啊 ，CD 一啊，有点头痛。因为下一关是强化盾，他会反击的，所以我要有强化腐蚀啊。心转水啊。看我们打几两回合，那我们就把心腐蚀做一个枪，
哎呀，幸福石做强化没有用，光伏石做强化才有用。思考一下哦，现在可以一波带走吗？自己都有点怀疑，应该是可以的哈。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露娜大圣，龙哥，我的强化符纸马上不见了，看。这是要靠战术了，反击 50% 的攻击伤害两次。哎呀，那我们就轻轻摸它好了，好不好？哎呦喂，打这么大力啊！哎呀喂！重点是为什么断心珠啊？他弄死我就对了啦，不要天降破坏我了，光珠啊！哦吼吼，舒服的痛啊！这个一波把他带走。天雷战场，吼吼，这个有些时候玩起来真的是很危险。妲己，我刚刚照相嘛，忘记了，再照一张哈。妲己就是属于要一波带走的 feel 啦。现在我们强化暗、强化光都有了，应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。这一关应该是目前打的最险的一关吧。龙哥，来吧！为什么音乐没有变呢？哎呦，有变！两颗星，补血。K。哦，谢谢各位这个。观赏这个非常刺激的一个通关过程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他那个技能搭配是越来越机车啦，说真的，哦，当关卡越鸡巴，我们要比他更鸡巴，好，好吧。好，以上这个是八之二之一之一，哦，应该没念错，八之二之一之一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